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开台玩一下《Berry Town 死亡日记》，死亡日记吧，对，死亡日记。然后我今天用 Android 的模拟器玩，用电脑玩。你们看到我的滑鼠吧？这样子玩看比较清楚一点。然后我今天玩要挑战一下这个游戏的最高纪录，就是我可以活最久活几天。然后我自己试一下玩这款游戏，超好玩的。然后上次试玩了一下，这次看可以玩活多久，来吧。然后待会我可能过程比较会少讲话，就是在玩的过程，因为这个游戏需要就是思考非常快，如果太慢的话很浪费时间，所以我只会在打僵尸的时候讲话。好，来吧。先吃东西。对，完全没玩过，他要先跑去教学。对吧 ？OK。安安，哦，待会我玩到12点而已哦。如果12点还继续活着的话，那我们就把你们分段。有些太大声吗？会太大声，跟我讲一下啊。我微调一下好了，对。试一下，我们啊，先出去继续搜索。他这里要我点这里 ，OK。欸，我们的工具够做，还不够，去下一个店，超市，看看。玩到后来啊，等等，下一个。玩到后来发现，如果僵尸少的话，用徒手比较好，就是不要浪费子弹。Okay， 快死！好危险哦！好，回去吧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哪个先拿？温鹏先升级，温鹏跟那个这个先升级，这样食物才会比较稳。好，水，好，水接水好了，也没血了。对啊，我后来发现尼亚斯也有玩这款游戏。我去看他的频道，我才知道他之前有拍过。稍早上，哇，这么晚还这么多人啊！
他都不睡觉。哦，全部都拿完了，嗯。东西在放外面放过夜的话，东西会变少，可能会被僵尸用坏，所以能带走就尽量先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回家。玩到三十天了，104天，哇，好强哦！我血量有点不够了，三只先不要打好了，好像有趣。把超市的东西拿全部带回家，然后就差不多晚上了。他来不及，他要带不走了。差一点零件就可以做了。我先把这个做出来。铁锹，这开锁会加，开箱子会加快很多。然后工具箱要升级啊，等一下啊。先去那个好了。好。13度。可以出去吧，带这个好了。才活6天。那我先破你记录，我已经3天了。现在僵尸数量都不算多，到后来会有6只、7只以上。我大丰收，哇哇哇！连续开3个箱子，不够了。是那个手机游戏，我标题有打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新代。后面可以用 NPC 的无限循环，可难度也很高。了解。
动，吃吃掉罐那个罐头。哎，这个六中六命中。不行。放心这样。去。哦，很多可以升，这无限还不够，完蛋了。好，先造这个，先造这个。好，睡觉。带 AK 失去了一堆子弹，还有防爆衣还是会死。这么可怕。好，出门。枪还没有拿到。先去这里好，明再跟购物，先去购物中心。哦，啊，他要这个表。医生出现了，他应该要卖一些医疗品。哦，枪战密道哪有到 ？OK， 我应该会自己做。如果有拿到那个枪的零件的话。对啊，简化啦，这个游戏有稍微简化一点。啊，血量有点低了。OK， 可以开始搬运了。好，先不要打，开始搬运东西。只要身体状况好的话，要躲开那个僵尸，基本上很简单。好，我们再去购物中心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拿回家。住高雄附近，你再打字我就把你ban掉。你再打重复我就把你ban掉，吵死了。什么爆炸啊？去哪 ？Go。想吃东西了，不过还可以撑一下啊！这个先做，这个先做。耶！水跟那个重，火炉先做这个，先做这个野兔陷阱。野兔陷阱，水跟那个这个温棚都需要耗时。摆下去，它都要过一阵子才能拿起来。好，先睡。欸，我觉得不需要。要怎么真实对抗僵尸？举个例。好，我们可以泡杯咖啡啊。哇，我们的血还是很低耶，有点糟。再睡一下，睡一个小时。我最高可以几天哦？我现在正在挑战中。
好，这是去这个地方。手机三国杀 ，Hello，冰叶，你可以传给我啊，我玩看。好啊，你要推荐我玩的，贴在粉丝专页。今天下午开台开时间一直太长，然后那个影片档，汤米到了，进去，那影片档直接坏掉，害我要重新下载，从 YouTube 下载，我下次不要一次看很久，中间要中断一下。快死了！等一下，帮你看血量。哦，好险！好。有枪了，枪了，枪！Yes，想要枪了。这把是左轮手枪，射程远左轮手枪。OK。好，先闪人了，血量不够。我要超市，超市东西拿了。好，接回去。是，哦，水好了，再放一次。OK，我们可以种马铃薯了。OK，48小时，然后野兔陷阱也可以放了，太棒了！我们来做一个烤肉串吃。OK，睡觉，睡到早上好了。首先，专业详细资料里面有。我一般再睡4个小时，酒之后能交易啊，睡酒觉 OK。来做34个水了，没有食物，好出门，去购物中心。建议先建围篱，好，我也觉得要先建。好，开枪，因为围篱先建的话，可以中间就可以免于东西被偷。虽然一次都偷不多，可是慢慢偷累积起来也是很可观的。只把武器拿下来，打。第二天了，对啊。我的武器爆了，好，把枪带身上。正常打，围篱能有效的保护到60天左右，围篱应该也可以升级吧。好，这个方我们就走了，有点太晚了。好，我们把这先丢进去就行了。
输入解释。好，先这样。哎，还有这个啊，不行啊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好，麦克龙尽量不要用。麦格农是我现在拿的这把枪吗？欸，是欸。为什么尽量不要用？罐头尽量留着，有烤肉就吃，等没食物再吃罐头。应该没差吧，因为那个烤肉不会坏掉。这个游戏没有那个，我记得是没有食物损坏值，它不会坏掉，没有那么写实。我记得它没有做。好，出去。啊，等一下，敲棍，铁锹先做。因为我之后会没木头，可是意思不是一样吗？大概用个十次对战就会坏掉，有枪吗？搬运东西，来吧。可是道具上没有写它的耐久度，所以我是怎样，用个几次就要先摆着。我觉得还是一直还是赌赌看的，一直用，除非我两把枪。机会吃东西，所以要开始堆食物啊。可以满足好了。水好像蛮多个的，看一下水。56个，先不用做水好了。做水需要用木板。他现在提示我是吗？两点，叫我升职日记，那这我都知道。好，两点，这么好。哦，战斗库。哎，我玩了多久啊？快半个小时才杰夫没有，我没有你要的材料，才第八天呢。那我待会是不是只能只能玩到大概二三十天的时候啊。我看一下哦，还差一些零件才能盖那个，盖围篱。
前期不要去冷冻库。对啊，那这边堆很多食物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先去别墅好了。哇，时间有点晚了。哦，四只啊。欸，这个麦格农真的很准欸。等，现在子弹好多哦。这冷冻库把它当作是一个存放食物的地方，没食物再去，反正那么近。前期先收集那个其他建材。先不要开了，时间不够，先回去。哦，是。这个是免费。哦，我的一个绷带被用掉了。好，我们来做这个。大家觉得我要先升工具台，还是先升威力啊？感觉要先升工具台，欸，这样我才有办法把我烹饪的那个机器升级。升级的话，它才可以比较节省的材料做食物。有手机眼镜就可以做出来，我看一下啊，不是手机，手枪，够。麦格农说，麦格农是拿来交易用，好用是吗？对哦，对哦。有密道啊，进去吧，时间还早。融化东西再取会比较不容易死。OK。啊，我就好近战一下，近战打一下，我枪爆掉了。Yes， 哎，欸，真的哎，密道很容易拿到，哎，欸，好强哦，喔，那个谁啊，那个陈昌豪，你好强哦，喔，哎，欸，
地道里面好多箱子。好了，请假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再打一下好了。推荐我西铁仔，哎，第二把枪。嗯，密道道具会那个吗？密道道具会没拿会拿不出来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一下九个哈飞道，好，先这样。哦，不会，有拿出来就是有拿出来。好，两把枪，先回去。可以升级了，好，我想一下哦，好，先升，其实我第一次改耶，我还可以再往上升一个，好，没关系，已经有一层了，嗯，好，报一下，是。哦，才刚盖马上就用到。Yes， 第十天了。好，出门。带一把就好，然后讲撬棍。撬棍是爆了，坐一下。刚刚是眼才没看到吗？哎，我们把一个敲柜拿去送那个好不好？哎，我刚没看清楚他要的是什么哎，酒跟敲柜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拿酒去那个，就是提升好感，然后我们拿多拿一把枪去换子弹。等一下。然后医疗也带一些，这个很值钱，应该可以把他的子弹全部换来。好远哦！好，斧头，斧头，可恶！哎，他这次不是换子弹呢？好，算了，没关系。他这些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拿错东西了。啊，预估错误，糟！我先把，换这个超浪费时间的。啊，这样子。斧头，啊，我真的浪费一天时间。它是斧头 ，OK。哦，我记错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斧头。
看一下哦。你觉得直接生吃好了，我不想花那个其他材料，好浪费哦。好，先这样。对，我记错了。我们去别墅。哦，姐夫来要东西了，他要斧头两个蛮鼠。OK， 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感提升，新物品解锁。打一下好了。空手打。到零的话就死了。哦，哇，这个要拿枪了。啊，打不赢，先去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还是不够。我零件到底几个啊？只有一个。太远了，我们到了冷冻库啊。怎么觉得好像判断错误哎？算了，回去。好，先这样。子弹的描述哦，我知道子弹描述。子弹描述是说，它是个很粗糙的子弹，很容易把枪给搞爆，用爆。老罗出现了，他要的材料有零件吗？没有，好，我们同意他。他可以换子弹，我记得。然后他就是需要用酒提升好感的。那我觉得可以去找他一下，带着酒，然后拿枪，一把枪刚刚换好了，枪超值钱的，一个枪跟。一个带两个这个好了，好，出门。好，给他先看一下，十一个子弹，啊，提升好感。全拿，无法接受，给一个这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
两个医疗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交易。哦，好，我们顺道去，去民宅，好了。冬天应该僵尸诱饵，等我看一下描述哦。吸引僵尸注意，是把僵尸引开的意思吗？好，来的三只哦，进站好了。冬天会需要很多木头，因为要盖那个软炉。是什么声音啊？好帅哦！不，血量不够了。哦，有密道，进去。啊，不行，好吧，直接战斗，好浪费子弹哦。太夸张，我枪好多哦，三把了。等一下，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会放到那个。这 NPC 每天的道具都会充值，所以每天都要去找他一次那个教育，其实会蛮划算的。这个打完就回去。好，回去。啊，这个。好吧，先这样。可以升级了，来升一下。然后这个就可以升了。好，等它材料够。我觉得野兔现在很值得啊！什么？他零件不行，拒绝。零件对我来说超珍贵。我们带一把枪去跟老罗换子弹好了，然后顺便再去民宅。好，哇，这子弹这么烂哦，不对，那个枪这么烂哦。直接开，直接打。有细菌感染外伤，最好先治疗。好。
头打好了。总之上面有上红色的就要先处理。啊，我的铁锹爆了。先用徒手开。哦，等一下，先吃，先按住按住。零件没有，好，等一下。我枪是不是忘记带了？对，我枪去哪了？耶，哎，还差一点。嗯，第十四天 ，OK， 血全满了，吃一下，然后出门。嗯，包一下好了。好，嗯，不要。去民宅拿枪啊！等一下，这些东西可以跟老罗换吗？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斧头，这个全部拿，然后。嗯，这个，好，这样 ，OK， 去哪呢？把明代东西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刚已经拿了，这个吗？嗯，晃去电影院看一下好了，还是去医生那边看一下，电影院看一下啊。对，沙发上二级 ，OK， 我看到，好，先徒手打，好，拿枪了。有，我知道，我去过一次，要搬好几次才可以全部搬回来。有点危险，差点趴。先这样子，零件好多，这个不要，
这个先不用。不够。零件很重要啊。桥本先放着好了。好，这样子。找，回去。哦，可以升级了 ，yes。好，我们先，我想一下哦，先升这个。好，然后这样就可以，没错，这样子这个耗材比较少，比较省材料。耶，太棒了！好，睡。做一个，哎，老罗免费送我30个子弹跟这个两个那个吸引僵尸的，我知道一个地方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。哦，等一下，他跟我讲酒吧的位置是要我去那边拿酒，然后再去送他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请问，看一下酒吧在哪里？这里，超懒的。我们去，我看一下哦。虽然子弹已经够多了，不过我还是要再换更多，所以我们，好，这样。好，这样 ，OK， 我们去电影院把昨天东西带走。超过收东西，看一下，这些这样 ，OK， 回去。好，15天16天了，好，时间快10点了，我稍微用一用，然后我们就今天就玩到这边。木板没了，不是，差点按错。我看一下哦，深思一下好了，半台二，13个。然后这个吃，这个补一下。OK。啊，木质材料不够。好，那刚有人说水要不断，左水剩多少？水剩16。水要木，这个木质材料我超缺的欸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。好，关台喽，玩到第16天。哎，这游戏应该可以玩很多，很久哎。好，关台喽，下次再开。